那大概七八年前呢，全球曾经流行过一批这个所谓 IoT 设备的风潮，台湾也有不少的家庭呢跟着添购，像是 Google Home 啊、Amazon Echo 啊这一类的这个智慧音箱控制器，或是智慧冰箱、智慧空调这一类型的家电。那个时候呢，我就听说过，好像还有一些像是跌倒感测器、浴室久呆警报器等等，跟智慧照护有关的设备。相较于当时，现在的智慧照护的 IoT 设备啊，一定又更加的进步了。我想请教一下徐教授，如果民众有需求，或者是长照机构想要提升照护的品质，您有没有一些口袋名单，或是您听过比较实用的 IoT 设备，可以让有需要的人去关注一下，甚至是去添购的？对，这里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当然就是比如说机构的部分，那第二个是比如说居家的部分，因为机构跟居家他们在长辈照顾的这个情境上头，或者说他们的要件上其实是蛮不一样的。所以像机构部分有非常多已经很成熟的产品，像刚刚您的问题里头有提到这个跌倒侦测、酒压侦测，像现在我知道有很棒的毫米波的设备，它只是装一个小小的这一个设备在你的，比如经常长辈可能会跌倒的地方，比如说厕所，比如说楼梯间啊，如果长辈在那个区域有一些跌倒的动作，或者说倒在地上一阵子没有办法起身，他就会立刻发讯息给照顾者。那另外像是比如说我们自己在研究中心里头有研发所谓的智慧床垫，那智慧床垫呢，对于照顾机构来讲，这个智慧床垫其实照顾机构很担心的还是跌倒的问题。比如长辈下床的时候，他就要发出一个警讯，那所以这个机构照顾者可以在手机或是电脑屏幕上就看到长辈离床了，那他就可以赶快去协助，免得长辈会跌倒。那再进一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长辈这晚上这个睡眠的状况，他的睡眠好不好，他第二天的这个安排的活动要不要做一些调整变化等等，像这些产品都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然后在所有的展览，很多的公司都有在贩售啊。居家的方面，我就一定要推荐一个事情给您看看。那事实上，徐妈妈就是我妈了。那徐妈用这个 IoT 的产品已经非常久，可能三四年这么久。所以给您看看，这个是徐妈妈今天早上的血压还不错，108/55。那个舒张压有点低，所以它是红色的。他今天早上的血糖127，血糖127就医生来看啊、好像有点高。可是就我来看，因为他常常血糖140、150了哈，那127已经还不错了。那这里可以看到徐妈妈现在正在卧室。那其实不是我们不是感测到徐妈妈在卧室，是徐妈妈带了一个刚刚讲的智慧手环，我们感测到徐妈妈的智慧手环在卧室等等等，这些都是那个物联网的装置啊，就是好像是比如说他量测血压之后就利用物联网的一个方式，然后传到云端，然后我的手机就可以看到。像刚刚讲的这个智慧床垫，这里也有一个徐妈妈的智慧床垫，她在卧室可是没有在床上，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我就可以在我的手机上看到徐妈妈每一天的这个睡眠的状况，比如说她什么时候入睡，什么时候起来，那她睡在床上的时候她到底睡得好不好，躺在床上的时候她的睡眠品质怎么样，晚上起来上厕所啊等等等。所以这些物联网的装置啊都已经存在，而且很成熟。我常常要跟大家讲徐妈的故事，可是徐妈妈故事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不是科技耶，重点是今天啊她血糖只有120几，所以我觉得她还行。我常常会在想象啊，那个比如说徐妈妈早上在量血糖的时候，她会想说，哎，今天高一点，今天高一点，今天高一点，为什么要今天高一点呢？她如果血糖比较高的话，她的儿子就会打电话去，就会问她说，哎，妈，你昨天晚上吃什么？然后我妈就会一五一十的跟我报告说，她昨天晚上吃了这个，吃了那个。我就说，好啊，好啊，昨天晚上吃过了。比如说她很喜欢吃那个磨磨渣渣啊，你昨天吃过磨磨渣渣，再缓几天不要吃啊什么？那徐妈妈就很高兴。所以这件事情就像刚刚讲的，已经不再是健康照顾，而是这个子女跟长辈之间的关怀互动。而且也是因为这样，徐妈妈就养成了每天量血压、量血糖的习惯。你看到哪一个人量血糖，每天要扎一根针的？徐妈妈每天都量，为什么？是为了她的医生吗？不是，是为她儿子，因为她知道她量了，她儿子会看，儿子会关心她。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才是我们应用科技啊，希望达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